家人们平安。哇，真的好享受这段时间可以浸泡在神的同在里。 Amen Amen。 今天早上有多少人来参加我们火热敬拜者最后一次的训练？ 举手。 Yes Amen。 哇，觉得真的很棒，神真的一直在增加我们敬拜赞美的水流。那在早上其实我就想到，其实啊，每一次我们来敬拜，仇敌真的很厉害，他用各样的方式拦阻我们可以献上最单纯的赞美敬拜。 Amen。 对不起，我又忘了，我们来一点音乐。同时欢迎大家，你可以往前走，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一起来敬拜。分享一些东西只是在预备我们等一下可以更自由的来敬拜。欢迎大家，你可以来到前面。仇敌用各样的方式拦阻我们献上如同孩子般的敬拜。 Amen。 那个最简单最单纯最 free 的敬拜。我自己呢 有一个谎言，我还在一直要破除，就是我觉得我的舞姿不美。 有多少人认同举手一下？哎，没有，只有我是不是？有多少人认同举手？OK， 我仇敌用各样的谎，那这样好，有没有人觉得说我的歌声 不是那么美，所以有的时候不敢大声唱歌？有没有？有没有？哎呀，我们当中只有一个人哦，是我们是有不诚实的问题吗？不论如何，我们刚刚敬拜团一起来在一起就感动说，我们在敬拜之前，我们要先把一些你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我跟敬拜团，我们今天来到当中，到底有什么东西拦阻我们可以自由敬拜？有些人就说，我怕犯错 ，right？ 有些人就说，我一直想到孩子，有很多的 stress，OK，、okay？ 有很多的这样的重担。如果你能想到一件事情，来到祭坛面前，你想到一件事情，你想要把它放下来，或一个谎言想把它放下，你可以把手举起来，如果有的话你可以举起来，现在可以诚实了。哎，有了，现在可以举手。不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件事情，不可能，你没有举手我就不相信你。哎，对了，有，你看现在诚实了。好， OK， Sorry about that. If you need translation, raise your hand. We need a few translation.Okay, all right. Welcome you guys to join us in worship. We love you guys. Yeah, we welcome you. So maybe you can, Danny can stand next to you and Danny will translate for you. If you need English translation, please come. Okay, please come to the center here and okay.Sorry about that. Your headset. Okay. Okay. All right. Yes, praise the Lord. Thank you, Jesus. Amen. Amen. Hallelujah. Yes, Lord. Yes, Lord. Well, Danny's there, so he's translating. Praise the Lord.刚刚再举一下手，如果你已经想到有一件事情，举起手来。Yes, Lord. 我们不让这件事情走，我们已经开始敬拜，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说，你跟着我说，我现在把这个谎言，例如我刚刚说我的舞姿不美，或我的歌声不美，你有一个谎言，就你跟我一起说，我把这个谎言是什么？你把它讲出来，钉在十字架上。再讲一次，再讲一次。我把我的舞姿不美钉在十字架上。你的谎言什么？讲出来。我不接受这个谎言，我奉耶稣的名命令这谎言离开我。今天我要自由的来敬拜神，今天我要自由的来敬拜神。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们一起向神来欢呼 Hallelujah。 Yes Lord, Yes Lord。 圣灵，我们欢迎你，今天你自由的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回转向孩子的样式，全心的来敬拜你。 Amen, Amen, Let's do it, come on。
需要两
心山地百姓苏醒了，起来这里再回首，为你发光，树林的疾风吹来，前进不信浪潮，彰显神的荣耀，翻转世代，树林的疾风吹来，苏醒山起来站在我身边，为你发光，凭借为我们的教会来跑，为我们的国家来跑，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父亲的器皿。
风吹，吹掉一切疾病，全是圣灵的疾风吹，吹掉一切不属神的，圣灵的疾风吹，吹掉一切不冷不热，圣灵的疾风吹，吹掉一切疾病，全是圣灵的疾风吹，吹掉一切不属神的，圣灵的疾风吹，吹掉一切不属神的，圣灵的疾风吹，吹掉一切不冷不热，圣灵的疾风吹，吹掉一切疾病，全是圣灵的疾风吹，吹掉一切不冷不热，圣灵的疾风吹，吹掉一切不属神的，圣灵的疾风吹，吹掉一切不冷不热，圣灵的疾风吹，吹掉一切疾病，全是圣灵的疾风吹，吹掉一切不属神的，圣灵的疾风吹，吹掉一切不冷不热，圣灵的疾风吹，吹掉一切疾病，全是圣灵的疾风吹，吹掉一切不属神的，圣灵的疾风吹，吹掉一切不属神的。
如果你想要有称谢的，向他献上赞美的，给大家一个机会，你可以开口带我们一个一个来赞美。谢谢你的恩典使我得自由，谢谢你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主啊，让我得自由。我们一同向他来开口，就是现在，向他献上赞美，向他献上感恩。他在十字架所成就的，他所成了，他的十字架永远得胜，胜过死亡，胜过撒旦，胜过一切仇敌的作为。耶稣已经得胜，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称谢你。Hallelujah.
你是几万千恩宠于一身的人，你是蒙召承受永生之乐的人，你是受造奇妙可畏的那个人，有了阿爸父的爱，你就是这世间最幸福。几万千恩宠于一身的人，你是蒙召承受永生之乐的人，你是受造奇妙可畏的那个人，有了阿爸父的爱，你就是这世间最幸福的人。从你出生就蒙天父的宝宝，直到年老发白，天父仍旧怀揣，一生必有恩惠慈爱如同盾牌，慈悲环绕着你，让你知道你是他喜悦的人。自从你出生就蒙天父的宝宝，直到年老发白，天父仍旧怀揣，一生必有恩惠慈爱如同盾牌，慈悲环绕着你，让你知道你是他喜悦的人。就是唯一。
是几万千恩宠于一身的人，你是蒙召承受永生之乐的人，你是受造奇妙可畏的那个人，有了阿爸父的爱，你就是这世间最幸福。心，容软我们孤单的心，阿爸，我在此。
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教会的人。If you are the first time in the church, 但我一直感觉，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这个教堂，18年前，坐在最后一排，就是感受到阿爸父的爱，情不自禁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今天要跟你说，如果你是第二次，还是我们当中的朋友，要跟你说，这位阿爸父也是你的阿爸父，他爱你，你来到阿爸父的家了，他爱你，我们也爱你。我鼓励你今天打开心来领受这份爱，他会改变你的生命，他会带领你，不用担心你在经历的，不用担心，他会带领你走过高山低谷，他与你同在。主，谢谢你，主，谢谢你，谢谢你，祝福每一位，祝福每一位今天领受这份爱。Thank you, Jesus. 奉你宝贵的生命祷告， Amen.